之前比较有贡献，对这个话题有贡献。那
那这个 FD 呢，就会他看个申请表格，他就会找一位 application manager。
这个 AM 会检查你的，会初步检查你的 GDP 还是检查你的身份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，或是你只是一个伪造。然后呢 ，AM 会再进行考试，那考试的话什么事项 ，BP1、BP2、TS1、TS2， 这后面会讲。然后当你完成这些考试，